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汤锅世界。今天分享一个带鱼好吃的做法。你用两个鸡蛋，如果孩子抢着吃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将洗净的带鱼两面各划上几刀，这样带鱼会更加入味好吃。全部划完后放入盘中，带鱼里面放点葱姜、料酒、胡椒粉、生抽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取腥。切点小葱、蒜片、姜丝放入盘中，碗中放入适量的食盐、白糖、生抽、陈醋、清水，用筷子搅匀待用。碗中打入两个鸡蛋搅散，将带鱼里面的葱姜挑出来，倒入鸡蛋液，抓拌均匀。抓匀后，把多余的蛋液倒出来，放入30克淀粉，抓拌均匀。锅烧热，多倒点食用油。锅中油温五成热，把带鱼放进去炸一下。小火慢炸，不时的翻面，使其受热均匀。两面炸至焦黄，装盘待用，沉淀大约六分钟。锅中留底油，放入葱姜蒜炒香，倒入料汁熬至冒泡，把带鱼放进去摊平整，充分的吸收料汁。开小火慢烧，用筷子不时的翻面。全程大约五分钟，关火出锅。一道美味的糖醋带鱼就做好了。吃起来酸甜开胃，肉质鲜嫩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